单排上皇帝冠钻石竞赛开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哥。哎，目前单排已经成功开启钻石竞赛了，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当时宝哥一想到之前竞赛失败就哭的一把老弟就想笑，你知道吗？确实到竞赛队友就变得很怪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宝哥一样问题不大啊。哎，不要忘记能让宝哥做视频充满动力的点赞哦。让我们开始竞赛。好的，皮到了啊！哇，兄弟们，游乐场，这感觉很怪，你知道吗？上次也是游乐场输了啊！不管了，这把宝哥竞赛直接最稳就是为剑飞，好吧？就不管队友了。Later。哇，兄弟们，又是剑姐，不是吧？我的天，猫又是侍卫，这么巧吗？但是问题应该不大啊！啊，让我们进入游戏吧。这把正常气瓶输了，我们拿了四块剑蛋糕，因为三号六猫溜了好久啊！哎，这才是优秀的队友嘛，对吧？好的啊，游戏开始。那咱们看哪里出比较好点了、啊？哎，这边猫回了远视，那咱们不着急了。这个远视有十秒效果，咱们稍微等一下是吧？等这个没了咱们再出啊。咱们还尽量不要给那猫掌握咱们的动向是吧？那这边就出刚才算了啊。应该是猫不在了。哇，兄弟们，这个恶飞跟猫撞脸了，兄弟比啊，这边宝哥才一级头盔啊，而且没怒气啊，你别这么哎，这边看出黑屏还不错的。哇，兄弟走不掉吗？哇，真受不了了。你跟咱们一起出高台不就好了吗？一个死鬼，别搞呀！那这边剑姐又去支援这个队友了。哎，这边哎呀，那这边也不好说啊。哎呀，这个队友怎么这么爱发无限电啊？服了，真的是。这边哎 ，nice 啊！这边推完也是咱们快将近五级的等级了。这边就是前期拿了四块剑蛋糕的好处了。哎，这边是装了咱们牛什么哇，这还有夹子啊，绝了！这猫还挺会布局的。这个夹子确实点位挺刁钻的，挺刁钻的。哇，这又夹子，哇，这么多夹子的，我的天，好家伙！那这边咱们也是趁队友跟猫是吧，搁那过山车打架的功夫，先把这个牛城猫奶酪先帮他喂，对吧？能推咱们也推一下，这边咱们看一下有夹子，咱们直接踩乱。问题也不大。哎呦，这边猫在地图上头像消失了，哇，兄弟玩了两夹子，哎呦，这绝对来宝哥这了呀！完了完了完了，那这边猫来了几了，咱们再开头盔了，胆怯了，他猫来了，哎，还好。啊，这个还好，猫是慢了点点，是吧？哎呦，我这边宝哥给抓了就完蛋了，背锅了，是吧？自己把自己的竞赛给坑了，那这边猫就想太多了，是吧？这边还要追咱们那个剑飞吗？这边给他瓶子，是吧？一个冲刺，给他给他击倒了。哎呦，这个队友真的无限电发的好烦了，这边咱们屏蔽一下。哎呦，这边还有夹子，哎呦，差点因为这个屏蔽无限电把自己害死了。啊，咱们现在把这个消息屏蔽一下，太烦了，这边其实你这么发出来，哎，做老鼠的队友也很烦的，是吧？猫也烦，宝哥也烦的。没必要没必要。这边的话，哎呦，这边他们就是不走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宝哥害怕他们走不掉，就没办法了，想回来继续守一下他们。这边推，哎，推牛城堡啊，兄弟，让那侦探跟恶飞干嘛呢？我的天，都不推，哇，都给他干嘛呢？我的天，这个哇，这个恶飞给他干嘛呀？我的天，我都受不了了，这么好的机会不推难道？哇，兄弟，不会是踩了个核弹吧，兄弟？你这个不会是核弹吗？你不能放这里的呀，你放这里就没了呀。哎呦，这边真的是给击倒了。哎，不过好在咱们这边这个变大消失了啊，刚好可以开这个头盔去救。完了，别跟我抢啊，别跟我抢啊，兄弟别跟我抢啊。哎，咱们这边也是舍己救下了那个队友啊，这边用了那个治疗回血。哎，这边的话漂亮啊，一个冰块是将那个猫拦截住了。哇，兄弟别躲我头盔，赶紧走啊，受不了了呀，快走呀，别烂呀。哎，就没人推这个那个水城的那个奶酪吗？为什么叫纠结牛城堡这一块？哎呦，宝哥就不敢碰，我都有点后悔了，是吧？推水城啊，宝哥大信号了，这边猫也是很残的血，哇，这边打不到啊、一丝血丝血，怎么说可以打死吗？哎，怎么说？这边一个拍躲下，我头盔没时间了，别玩了呀！这边宝哥也是开门叫他们赶紧走了，别搞呀！哇，那没办法呀，他们要这样子搞，宝哥也不敢走，你知道吗？这边哇被带走了，这边怎么说？一个高尔夫球，哎，也是将猫砸晕，是吧？救下队友。哇，兄弟，这个侦探你还敢回去推的？哇，这边宝哥也是，哇，这边宝哥也是明白了，是吧？就算了算了，这边宝哥也是看透了，你知道吧？就宝哥自己推算了啊，这边宝哥也不管了，因为想了下，火箭也不是秒飞，对吧？他们三个也应该能啊，各自照顾好自己，是吧？互相之间有个照应，是吧？那这边奶酪不推是不行的呀，是吧？牛舌嘛，那个是推不了的呀，猫在啊。这边队友就是吧，这种壮士铂金队友，哇，这边核弹给丢了。我都说核弹不要放那里的呀，是吧？你这不是故意给猫丢吗？不过这猫把自己炸死了还行，是吧？顺便就是铂金跟壮士那些单排队友一个通病，他就要执着于一块奶酪，是吧？不推完就不走。你过来推水城，最后那个等宝哥头盔不就完了吗？
不过这把应该还是稳的，因为到目前就上了一次火箭，对吧？而且宝哥将这个难度推完也是推了三块难道了啊。哎，漂亮，这边也是难道摔咱们那个摩天轮了，那这边刚好宝哥去把那个推了啊。好的啊，那咱们来到这个摩天轮继续推难道。哎呦，这边这娜给逮着了，当时应该不用宝哥过去吧，是吧？过去了也没用啊，是吧？过去了我也是打架，奶酪也推不了，对吧？他们应该能救下来吧？两个老鼠啊，兄弟，给你力啊！哇，这还一百人去了，完了，兄弟！哎呦，这边的话，哇，这样子玩游戏啊？就这样子玩啊？这样子玩？就这样子玩游戏？瞬间就三个全部团灭了。那这边宝哥也是把这个男的推完啊，再去那边看吧。哇，别搞，这边的话怎么说，这边等那个间谍侦探下来啊，然后再救。哇，这样子玩，这样子玩游戏，这样的大顺风都能搞输。哇，那这边的话咱们也不着急啊，先卡一下，因为他在手里也不能打咱们，是吧？咱们就把这个男的先推了，先不着急，这边是开炮的，咱们开头灰啊，不着急。哇，这边兄弟不要不着急嘛，是吧？那服了，那这边咱们也是卡一下时间，是吧？啊，哎，救下来，这边那侦探也可以侦探下来，是吧？推，推，哎，有个服了，真的是，哇，这边走不掉吗？怎么说？哇，不要单面领胜啊，兄弟！我的天哪，那这边的话啊，哇，兄弟们，这球什么球啊？这蓝皮啊，兄弟！哇，这边宝哥治疗也没用，哇，心脏爆炸，真的心脏爆炸！你这样子玩游戏的吗？你蓝皮拿下不就把砸下来了吗？哇，四秒钟，兄弟！救一下！哇，这边铁血把宝哥换了下来。哇，那这边宝哥来不及守啊！这边，哎呦，这边真的服了，哎，受不了，兄弟！这样的大顺风能玩成这个样子，我也是服了。那这边的话，宝哥也是强行将这个男的推完了。这边要抓宝哥吗？怎么说？哇，这边真的是不着急啊！咱们买个瓶子，哎，小跳是吧？走位溜他，这边还要抓宝哥吗？啊，不抓了，兄弟砸墙，兄弟砸墙！侦探砸墙，兄弟，那砸得太慢了吧，兄弟，你这，这边开炮了，不着急啊，咱们把那炮挡一下啊，这边咱们也是加那个，哇，这边还给击倒了，不是吧，兄弟，不要这样子玩游戏啊，你这样的大顺风都能搞成这个样子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咱们应该还是有机会的，这边咱们是没怒气了，这边是跑到哪里去，跑到，哎呦，这边咱们不是很好救啊，这边咱们要买个药水了。这边拿个冰块，看一下怎么说。这边，哎呦，这个丢矮了。哎，这边咱们来个，完了。哎呦，真的气都气死了。这几个死鬼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哭了呀！我的天，这样子玩游戏的，哎，这把稳赢的局啊，大顺风啊！哇，给宝哥都怎么回了？第一把就这样输了，我3200分啊，兄弟们，我行吧，就第一把是吧？接下来全部连胜，兄弟们，认真玩了啊！那咱们下。